出来不好笑。老师，我懂的东西可多啊，根本就不用再念书啊。你只读到三年级，那你告诉老师，你以后长大想做什么？我，你可不要小看我，我可是天才耶！我长大当老师，当老师？那你可以教什么？那我可以教二年级啊。嗯。